一般学校内底拢配这护理师，啊，不过这宜兰教师只也刚回来接触，伫宜兰县已经几啊年无办理联合诊所，嘛已经有十一个学校欠护理师，这对着这学校的卫生安全这部分是真不利。官府表示会根据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招人。压三十下，然后吹两口气。详细介绍学习救护技术，模仿安尼使用方式。救护教育是校园护理师的工作项目之一，同时也爱负责校园伤病处理、师生健检甲卫教宣导工作。因为每校学校只有一人，若发生紧急救护事件，停掉不久，这个时阵教导师生急救知识就真重要。如果比如说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，只有一位护理师在处理现场，可能有时候人手会不够，所以这时候就会推。需要其他校内的同仁具有这样子基本的专业知识。不过，根据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统计，宜兰县的学校近年无办理联合评选，已经有十一校欠缺。部分学校登记由职务代理护理师，那个无报两年了，营养退休条欠缺也达到六十。那我们很希望县府能够赶快做出一个明快的一个补时的计划，然后赶快办理这样的甄选。宜兰县有一百间国中小在一校无就学学校，比例占大约一成。工会指出，学校是学童健康的守门员，那校园无正式的护理师，不利促进学生甲教职员的健康甲安全照顾。那不管是由各校来联合来各自来招聘，或者是由县府这边好来帮忙各校联合来去做一个招聘的动作哈，我们都在讨论中。官府讲，部分学校的学校虽然是职务代理人，但讲拢有护理师执照，会当保障校园安全。官府当根据相关规定，看要联合招聘，还是各校自行招聘学校。那顺利今年底进行，应该有机会办理联合招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